没房结什么婚，狗还得有个窝呢。这，你爸说话挺直白啊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这都洒了，我还怎么吃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我把钱转给您，您再点一份吧。行吧，行吧。 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份你要是不要，能给我吗？我不嫌弃。那你拿走吧。谢谢啊。喂，妈。儿子，彩礼的钱不用担心，我跟你爸凑着你。 妈，彩礼的钱你俩不用管。对了，爸的腿好点了吗？家里一切都好，儿子，别太拼了，累了就歇歇。那。 喝瓶水吧。谢谢。你说是不是像我这样的，就不配结婚啊？你还年轻，别灰心，努努力加把劲儿，什么都会有的。钱我能赚，但是他爸妈不给我时间。不好意思。 你还想和他在一起吗？还是听家里的？走，你跟我回家。爸妈，我不管他有没有房子，反正我是认准他这个人了。这傻丫头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他什么也没有，你就给他干什么？妈，你不知道他对我真的很好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离我远点！你快说说。让他来的。爸。 妈，他辛苦挣的钱自己都不舍得花，就为了给我最好的。我跟他在一起很踏实。你傻丫头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彩礼、车房，他有啥？说的对，房子这东西必须得有的。嗯。这首付。 算我借给你的，以后记得还。谢谢爸，你老糊涂了，他连几十万的首付都交不上，你还上赶着给？几十万，说得轻巧，他才20出头的年轻人，工作没几年，上哪去拿几十万呢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可结婚啥也没有，以后日子能过好吗？那咱结婚的时候，我不是也什么都没有吗？现在这不过得挺好。而且他对咱管你这么好，你能保证以后能找到第二个吗？<笑>年轻人，男人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，责任和担当才是最能给他安全感的地方。 好好干，以后都会有的。<笑>